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行观》。我们给大家念一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啊是《那一年不是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那一年我在重症照护病房》。那么当然，显然是一位护理人员，他把他那一段岁月啊用这样的一个心灵醒思的一个方式啊，而且他是特别提到一个新手护士的心灵醒思啊，他的英文名字啊，这个作者本身叫泰瑞莎布朗，那么英文名字啊很简单，就叫做 critical care。 critical care 的意思就是重症照护的意思啊。那么在那个病房里面怎么样子啊，这个跟病人之间的那种故事啊，把它记录下来。其实他写的啊，这个尤其在重症病房里面，这个副标上写的是一个新的护理人员呢，在面对着这个死亡、生命，以及这两个之间的许许多多的一个冲击呀、啊，他把这样的一个故事把它记录下来。这位泰瑞莎布朗，事实上他念护理的时候已经有点年龄啊。为什么？因为他本身是芝加哥大学英法。英美文学这方面的一个博士啊，所以事实上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很深，也怪不得他能把那样的一个故事啊非常动人的呈现在他的一个著作里面。也就是说，他本来是学文的，那么后来呢，弃文从武啊，要真正投身去照顾病人啊那方面他的感触非常深刻，所以光他在新手啊，在这个护理人员刚进去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在加护病房。那么那时候啊，他跟另外一个护理人员要去照顾一个病人啊，照顾病人护理这个在加护病房里面，这个管线啊各方面的机器很多，这个不在话下。他们要负责的是把这个病人呢、从床上啊让他到这个椅子上来坐一下，休息一下做一些整理的一个动作。结果他们就要扶起这个病人，这是一个70多岁的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很特别一点，就是什么？当然不是他的病人，不是这个病人，一个这个个头很大的一个病人啊。然后他们要在这样搬的一个过程中，突然间听到好像一个啪那样的一个声音啊。很奇怪的声音，他说奇怪，哪里是不是绊倒了，还是什么东西电线啊等等，然后再看看呢，他那个被单上面了、有一点点那样的一个痕迹啊，好像有一点点这种黄褐色的那样的一个渗出液啊，在被单上面可以看得到。那你觉得很奇怪，仔细一看病人神志还很清楚，好像对话也还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结果呢，翻身一看，他的背后，这也不是他的背后啊，大约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背后有一个长达20公分、深大概8到10公分这么深的一个伤口，在这个病人的背部啊。那大家想说，这是不是原来这个病人刚开完刀，所以这个背后有一个脊椎手术，所以一个很大的伤口？不是，他是有一个伤口没有错，是一个几个月前的伤口。那么竟然就在这样搬的一个过程中，两个人护理人员在这样搬的过程中，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读出护理人员的辛劳啊，要这样这么重的一个病人要怎么样把他搬起来。那么这个病人本身因为种种的因素啊，所以造成刚刚这个旧伤复发裂开的一个状况。那可是碰到这个状况该怎么办呢？他就请那个另外一位护理员要赶快到外面去找救兵啊！找救兵是很重要的，不是两个人在那边想办法要怎么把它摆平，不是，赶快找救兵。那找救兵的过程中，这个病人已经是要搬到一半的一个状况啊，坐在椅子一半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就把他以前啊防身术上面学来的那个单膝下稍微弯曲，另外一只脚打直，然后身体往前，好像在打太极拳还是什么样的防身术啊，这样撑住这个病人啊，等到救兵来的时候，大家才想办法再给他做进一步的一个处理啊。所以护理人员，大家想象到的事情啊，绝对不是你想象那么样的一个单纯，只是量量血压，这个测测他的体温啊、脉搏等等，绝对不是那么简单。背后有许许多多付出劳力、辛劳、心也很劳苦的那样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啊，这个病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伤口，后来发生这样的问题啊？我们正常的时候，伤口的愈合啊，它是有一个急转，
意思就是说受伤的一个地方，不管是开刀或者外伤，这个地方啊，它局部会有一些血肿在这个地方，血液的这个凝集在这个地方，然后很多的细胞会跑到这里来，然后慢慢的这些细胞会被胶原蛋白它所取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疤痕的组织跟正常的组织基本上还是不太相同，我们自体身体里面会产生一些能够把周边的组织好像粘在一起的强力胶一样把它粘在一起，那这就是胶原蛋白这样的一个成分啊。那这个病人因为第一个糖尿病，第二个体重过重，身体的一个营养状况不良的一个情形之下，愈合的肌转受到影响，当然即使看起来表面皮肤似乎是合在一起，但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啊，有可能稍微一点撞击，不是他们两个啊、出手出脚的意思啊，本身只要稍一点外力的一个这个拉扯的话，就可能造成伤口这么大恐怖的一个变化。那么他照顾病人啊，有时候也面临到这个，有时候病人的状况不是很好，那么在美国他们也是这个宗教的影响很大的一个国度啊，所以他们也希望牧师啊或者神父啊能到这个病房旁边来给他做心灵上的跟病人啊这个安抚，家属的一个抚慰，也有这样的情形啊。那这个是怎么做，他们是透过什么样，是不是打个电话到医院的这个院牧部等等的情形，不是，他有一个call机啊，好几个这个神职人员啊，他有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留下联络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在周末在节日的时候他们要去联络，那么看到神父这样过来，他自己也很感动，因为心灵的抚慰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只是疾病本身的治疗这样的一个考量而已啊。他自己本身有一次啊在雪地里面跌倒，那么自己是护理人员，也被送到他们医院的想办法，他自己把自己送到他们医院的急诊处啊。那到急诊处去的时候啊，那边的护理人员知道他是同一家医院工作的其他的同仁啊，但是那个表达的态度就是说，哎，你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在雪地里面这样打滚呢？弄了一身的泥巴，这个同理心啊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受到很大的一个打击啊，也知道怎么样更用心的去照顾病人啊。他本身是膝盖这边的问题啊，骨头没有断，这个皮下有一些不是皮下，骨膜下面有一些受伤啊，结果了光这个诊断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了、一个月啊，在美国那么先进的地方，一个月的时间才把他正确的诊断找出来。那么一个月之后，他要面临的是什么？人事是想要把他炒鱿鱼啊，因为他的产值下降。所以你看，资本主义社会有时候过于功利，也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他在这段时间之内，日常生活琐碎都没有办法自理啊，更让他感受到病人的这个不方便的情形啊。那么他也觉得护理啊，事实上在这个几年的岁月里面改变很大。以前护理人员呢、大概有交班，一定要交班，这个病人的状况怎么样，要跟下一班的这个护理人员做交班的动作。但是现在他们在美国没有交班，没有交班，那病人的状况怎么掌握？透过电脑，透过录音笔来掌握病人的这个病情啊。不过基本上他觉得这个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因为对象是人，所以那个交班的时候的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啊、一个叹息声、一个故事，都能让病人跟护理人员之间的距离给他拉近，而不是那个冰冷的录音笔那样的情形。那他后来除了加护病房以外，他也在癌症病房里面照顾病人，所以看到病人那种锥心之痛啊，那种化疗的过程中的一个辛苦啊，他更加感受得到，更加珍惜他所拥有的一切啊。所以也是一本让人家深省的一本书啊，当然也更提醒我们对护理人员要更加的尊重。感谢你的收看，再会。